我听了，我可变了你啦！麻烦甲伊讲一声，水道头即马搁在喷水。哦。哎，大姐，大姐。啊。你卡钱啊？卡钱。慢，慢些嘛，哦。从哪里来？澎湖啊。所以这里是国内线。不然呢？哎，别晃！哎，等我！哎，我穿高跟鞋。总路会去哪里啊？我们要去接人呐。谁啊？啊，这个最重要的人啦，进来啦。我来搞我接，哇哇，啊就他来了，哎，穿红顶啊，啊伊就在咧，咸着位啦，懂不？这位是文武啊，哦，弟哥的妈，他跟婷回来的，哎，武啊，哎，这是我定跟你讲的小欧啦，生了你他小欧，啊，就一定是阿妮塔，阿妮塔，波妮塔。不，应该是在称赞我啦，一定要的。慈禧太后讲过一句话：一个女人不会打点自己，算什么女人？像夫人呢，就是优雅的最佳典范 ，elegant。嗯，胖小姐讲的真对，眼光美白。没，胖的是，我不，等，这，伊唔是啦。胖小姐嘞？阿胖喺度，就伫喺遐，阿强用 A 咯。在家里准备迎接你，来，等飞上你，啊，我要扛你带。